Google CEO 罹怪病失声神隐。身家约5600亿元台币的 Google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佩吉失声了。据媒体报道，他罹患神秘怪病，无法说话，已经好几周没有现身公开场合。Google 执行董事长舒密特证实佩吉生病，但不愿透露更多细节，指他在上周一已恢复上班，并参加公司内部会议。他目前说话声音很虚，还在康复中。39岁的佩吉上个月开始请病假，但从未说明究竟得什么病。他不仅无法参加上月21日的 Google 年度股东会议，也缺席平板电脑 Nexus 7的开发商大会，令外界揣测他的病情不妙。Google 发言人表示，佩吉遵循医嘱让喉咙休息，但拒绝透露细节。动新闻感觉案情并不单纯报道。